那除了东东侯恩之外，今天他还带来了一个伙伴啊，这个伙伴叫做藤墨延基闹啊，就是这一位被吉他的，他很有意思，他是阿美族的创作歌手。那刚才我跟他聊天，我就问他，我就说，哎，藤墨延结婚了没？年纪看起来很轻哦。他跟我说，我结婚了啦，孩子也生了啦。不过还没有找到对象啊，这就是我们非常非常可爱的地方，他也是非常有才华的。要他表演什么都行，所以就出国巡回表演。那这几年呢，东东侯恩离开了剧场，然后后来是从泰鲁格族传统乐器当中，他说他找到了感动，找到了那种内心深处最初的声音。所以今天等一下你会看到他会特别使用哦一些没有雕琢过非常古朴、非常传统的乐器，像是舞台所呈现的这种，包括有口簧琴，包括四音木琴等等。哎，对，所以其他的地区的演出呢，看不到这些传统的